的烦恼，到尾啊，你敢若感觉讲哦？啊，这款生命呢，原来内底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物件。哦，因为啊呐，跟它生死一直的相续。虽然外面有变化，不过里面那个相续好像没有变过。那叫做啥？寿者相。料，它进里面。阿赖耶识的种子来的多屌嘞，刚刚也存在安尼。这大部分，这思想应该《圆觉经》来的嘛有，哦，恁有上过，恁应该会知伊的关系就是安尼，伊来的一直里边，哦，所以拄啊咱有讲的吼，要变阿那变，伊才开始。过来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去敬两点的吼，你要豆豆啊扭开，这就是上初的，哦，你要去上初的两点的时候，你要豆豆吼扭开，要你啊足简单，但是要放呢？加难，哦，真的取极未足，哦，再拉开啊。哦，这取运的是急促很快，但是未着呢，倒李白，哦，所以无取运，这一年法。过来，那安尼呢？因果法，哦，所以这是因缘法，这是啥？修是啥？因果法，果报。再来，哦，以为是讲到咱人的执着有两种执着，一款叫做分别执，一款叫做俱生执。分别执哈，你要加一个人我会使，要来加一个法我会使。哦，俱生执赶快，你要加一个人我会使，啊，不要加一个法我会使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在生活之中内底，敢若得一种是总共的。
哪一种是全部一样的？我不管上面执着哈，你感觉人我执啊，后法我执啊，后哦分别执啊，后俱生执啊，后哈哦，这满在感觉人俱生人我执，俱生法我执。所谓这种内底，刚刚倒一个讲法呢，我是中有的。所以哈、哦，生死亦上生。好、哦，咱讲要必生死观，生上一对来，一个拢共款，每一个众生的沉沦拢一，一个来。啊啦，以这两个来讲，哪一个是我？谁跟？好、哦，这两个来讲，哪一个是我？是的，这个来说，哪一个是我？这个，这两个来说，哪一个是我？是的，所以既然呢，以我生出去的，所以所有的这些从哪里生？是，所以那经《楞严经》典广讲的，声音什么有？声音是有。这个事实像我，好、哦，这每一个人讲拢同款嘞，这叫做无明根本。拢同款嘞，好、哦，只是以后发展出来吼、哦，煞变作拢无同。所谓业感，拢总无感，安尼知影吼？无明根本在哪里？你经内底，拢会强调吼，五因非我，五因无我，所以。无我的另外一关意思的是啥？因为我是一关自性的执着，所以无我的没有自性的执着，叫做啥？无自性，也就是啥？空性。所以空性就是。无我的另外一款解说，安尼，安尼就知影嘛吼。所以要破无明的根本，从哪里来？无我，解空性来。这是啥？理上。我都要讲理甲理甲事，理上亦无我，了解空性来，所以要修行一定要先知影道理，因为你若唔知影道理，无了解空性，安尼伊就无多唯一，也无多拢同款。绝对有几啊种奇怪的法出来，所以跑出足侪奇怪的法吼，迄叫做邪见，无正。哦，所以若没有正，啊，这就是唯一。啊，唯一呢，一定要拢总共法。明个讲呢，你也甲我也无共，啊，就是啥，空性。无我，你所谓生死一对来，我自性子来，
这是拢爱同款的。好，所以意识，伊我伊内底迄个我识生啥，生境，啥物款境，两边业上的境，所以生死是安尼来，伊内底迄个识的我，对境吼生啥，生两边业上。会敬，因此要啥物做正见呢？就是爱以无我、无两边业相，或者是空性、无两边业相，做一个修行开始的正见。所以人讲迄叫做啥？破相立性，就是破相立空性，这是。一个正见的开始，哦，有清楚啊？哦，这是一个正见的开始，哦，所以这叫做破分别我执。哦，因为分别的是。人讲分别心，别成两边业相。哦，人讲迄叫做分别我执。哦，那所以，那以这两个来讲，爱先破这，因为这是起的道理。你起的道理，你若无先破，你要行路来拢会错。它叫做不除。哎，以上。顿时，人讲叫做破见惑，破见惑，人惑有几种吼，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我惑嘛，啊，对，啊，是嘞。先破见惑，你哪一家咧生出来吼？哪一家咧安尼一破入来吼？这见惑，这思惑，这尘沙惑，对啥？无明惑。哪一家一直入来，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。一抽嘞，一滴滴来。